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是金子毅，大家可以叫我金老师。我是大米减脂营的创始人，北京体育大学的运动营养师，也是产前产后恢复教练。我经常说一句话，叫做这个腰围是少女和大妈的分水岭，我们一定要拼死守住哈。一定要。手臂收回，放在膝盖上，身体会有酸痛感了吗？这回有感觉，真的。 其实够了，差不多了。那下面我们开始正式的锻炼啊，正式的锻炼，还没有开始，前面都是激活预备姿势。哎，我跟你们说一个好玩的事儿，什么事？我们把"不可思议"的"妈妈"这几个字填上颜色，好不好？好漂亮呀！那谁来了？Hello。 Hello，又见面了，你们会玩这个吗？哎，来啦！你的头都乱了，你刚才在路上干嘛呢？你不知道啊？还是你中人身什么？怎么变成绿色的呢？你发生什么事？你画的，好可爱耶！哎呦！ 你的头都乱了，大姐啊，别动啊，妈妈帮你摘录一下哈。好，我是御膳房的小肉子，是你们的第四道菜。哇，好可爱耶！嘿嘿，咱们御膳房还有最后的饭后甜点，水果，哎呦，沙拉，就只有水果的没有了？沙拉，水果沙拉。他们弄那么久就只有。你们用了两个小时，这是全部吗？应该吧。 想说这是什么呀？路过是什么？哎呀，这都是买吗？难道是自己菜面粉来弄的吗？赶了很久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娘娘们好。哦，这个难度比较高了，来，难度记住。对，这得过一下。娘娘们菜已经齐了，就齐了。还有面包片还可以再加。 想一吃多少吃多少，面包片是最多的。对，还有巧克力酱。那娘娘们少的先退下了，先退下了。你们不吃啊？一起吃吧。哎哎，我觉得你们也要一起吃。对啊，这样不公平。太不公平了，这样。好吧，谢谢。谢谢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哟，谁来了？谁来了？谁来了？看看今天什么任务？ 哇哦！每人都有不一样的。不一样呀。今天你和妈妈还有罗一佳姐姐都是一名快递员。快递员。你是怎么样？为什么要羡慕我？你是什么？七宝，今天你和妈妈还有刘仁宇姐姐都是一名海洋馆饲养员，请前往。 海洋馆报道入职体验饲养员的一天吧。我们要去海洋馆。耶耶耶！冬天你和妈妈还有刘仁宇姐姐都是一名海洋馆饲养员，请前往宠物店。海洋馆报道。我们是宠物店的店员。前往宠物。你干嘛咬我了？太兴奋了！耶耶耶！你干嘛咬我了？你。 冲击一下你的情绪，前往宠物店报道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是悲惨的一天，但是，我觉得收包裹的时候最幸福的，我要把幸福送到千万家。行动，好。